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如此炫酷的开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呢？也就是上下5000年。我是张国立，国家宝藏的001号讲解员。这个头衔有多重？一起来看看齐聚在这里的9个主角，您就知道了。他们是即将迎接紫禁城第600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见证华夏文明多源头格局的历史艺术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华夏之中，上古文明开源之地——河南博物院，以周秦汉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及荆楚文化大城的湖北省博物馆。传颂万年乐地长歌的浙江省博物馆，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宝库。每一件文物的生命轨迹都让人为之叹服。9大馆长联席坐镇，他们将打开守护多年的宝库大门，甄选27件国宝重器，交于万众共赏，堪与日月争辉。作为国家宝藏的001号讲解员，我也为27件国宝召集了27位守护人，演绎前世传奇，讲述今生故事。不过，每个博物馆的3件国宝只有1件可以入驻故宫的国家宝藏特展。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国家宝藏第1期节目的主角——故宫博物院。古代中国百姓认定紫微星象征着天子，天子所在的地方是禁地，故而天子居住的宫殿被称为紫禁城。我是故宫博物院的看门人单霁翔。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186万余件文物珍藏在这座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内。数字故宫可以让你全方面触摸这座文化宝库，每天展示1件文物的高清影像，可以保证至少500年绝不重样。今天为迎接即将来临的600周年诞辰，故宫博物院携手8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举行一场惊艳世界的主题特展。我是单霁翔，我在故宫博物院等待您探索历史的热忱之心。第一场角逐将在故宫博物院展开。第1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看。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故宫对于我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小的时候特别爱来故宫，只要一来这儿，爸妈就会给很多零花钱。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在太和门前合影，也会跟狮子一起照相。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会和我一样，有一张一样的照片？我守护的这份国宝就是《千里江山图》，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全卷展开的形式展出。真的是叹为观止。虽然画卷很长，但是画中的细节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时这个提炼的技术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发达。画中看到就是这个颜料啊，就是糊得非常厚，一层一层的这个敷染上去的。它主要是源自这个矿物质的这个石青和石绿的这个颜料。900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绢色稍微的有点变暗，然后这个石青石绿颜色偶尔重的地方有所脱落之外，整体的仍然保持着非常这个显亮的这个颜色，它在整个青屿山水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作品。其实比这幅画卷更加神秘的是它背后的故事。画卷的提拔上有三个男人，这三个人到底是谁？他们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希望还原一个我心里的前世的故事。我是《千里江山图》的守护人，我是李晨，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故宫博物院第一位国宝守护人李晨。 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李晨，我守护的国宝是《千里江山图》卷。这幅画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全卷画长11.91米，比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 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徽宗年间一位18岁的天才少年，名叫西梦。我是李晨，下面由我为您开启《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传奇。故事就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宋徽宗 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当时他在画院几百名画工中挑选了一位18岁的少年，叫王希孟，亲自教授绘画技艺，并令其在半年之内画出大宋的锦绣山河。然而，王希孟不但懒散以对，还接连提出了各种的无理的要求。 奇怪的是，徽宗无不纵容，引得全城蔡京嫉妒不已。一个艺术全才王国君，一个被世人唾骂的奸臣，一个神秘天才的少年，这三个人会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哎呀，王生！哎，王生！ 宫廷内院不得奔跑，王生，王，这，哎呀呀呀，太师见谅，他，哎呀，王生回来！初生牛犊不知分寸，早晚自断其路。陛下，昨夜臣突发灵感，做了篇字帖，献与陛下。太师的才学乃当世少有，连米芾都说，太师乃是大宋书法第一人。奉承之言，奉承之言！陛下自创的瘦金体，那才是绝冠古今呐、啊！太师此番也是奉承之言。臣乃肺腑之言。朕有一题想考考太师。啊，陛下请出题。 若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该如何作画？这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但是香无形啊！陛下此题高明，臣一时之间还真答不上来。看来太师是要输给一位少年了啊！陛下此话怎讲？前几日朕 也以此题去考验画师们，画师们皆被香味难住，却只有西梦一人奇思妙想，在奔跑的马蹄上画了几只飞舞的蝴蝶。这的确是天才少年呐！陛下，这天才和庸才之间只是一字之差呀。 刚刚陈见的少年在花园嬉闹，自古玩物丧志，不如交给臣去调教吧。朕让他好好感受一下自然山水，才好下笔。再说，朕想亲自调校，啊，难道太师还要跟朕抢学生不成？哎呦，臣不敢，臣不敢。太师，自行退下吧。 雕虫小技，哎，这是什么？回太师，那王希孟要以青绿做山水画，这是向陛下讨要的珍贵材料。青绿做山水。 小的告退，不自量力。陛下，陛下，臣最近得了一幅佳画，特意来献给陛下。好，打开瞧瞧。陛下，臣听说那王希孟要用青绿做山水画。 太师有何高见？臣略有粗见。自古青绿多用于凸显明艳奢华之姿，这用于山峦江河，是否有些媚俗？朕倒是觉得，艺术不必自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人物众多，笔锋细腻，不也是传世的佳作？但臣觉得那王希孟他经验。 经验，朕认为无妨。朕看重的是他的干劲。启禀陛下，王希孟画作完成。快宣！看来太师这才着急。这青绿、黑墨勾山石。 青绿施重彩，太师有何高见呢？气势连贯，真乃当世之杰作呀！18岁，大几岁心力不足，小几岁经验不丰，18岁才是一个画师的黄金时代。陛下果然精明，您看。 此画咫尺有千里，细看有生趣，每一个逗点都暗藏玄机。这船上的渔夫虽面目不清，但撒网的形态是如此细腻，臣钦佩不已。好，此画就赐予太师。谢陛下。此画由太师来做提拔，大宋第一书法。 配《大宋第一江山图》，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臣领旨。政和3年闰4月8日赐，希孟年18岁，昔在化学为生途，召入冀中文书库，硕以画献，为甚功。上知其性可教。 最会御之，亲授其法，这就是大宋的千里江山图，这就是朕梦寐以求的千里江山。这大宋自会像这千里江山图所描绘的一样，绵延不绝，万世流传。13年后。 靖康之乱，沉迷艺术、疏于政务的宋徽宗并未报复江山，被金人所杀。奸臣蔡京被贬流放，饿死于潭州崇教。王希孟献画之后销声匿迹，至今仍是个谜。这段故事当然是一个虚拟的，也是根据蔡京的。 那段提拔把它演绎出来。今天呢，很多人都把它作为鉴定这幅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最近我们举办的“千里江山与历代青绿山水”特展，《千里江山图》受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最后一天，他要退回库的时候，观众一直排队到夜里的11点多。今天，人们对于他所呈现的壮美的祖国山河是给予期待和眷恋的。绝世之画作，天才之少年，传奇之人生，我想呢，会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兴趣。欢迎李晨又回到了舞台。现在我们全场几乎全都被《千里江山图》的影像包围着，而且还做了一个动态的处理。我们好像就置身在这个千里江山之中了。刚刚在前世的故事中，李晨他演了一个宋徽宗。那你演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宋徽宗在你心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虽然我觉得这段故事当中呢，我们有一些艺术化的处理，但实际上宋徽宗在历史当中是一位非常对艺术对国画有贡献的一位皇帝。后人评价宋徽宗说他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但是我认为，其实他心里是有江山的。他的江山其实就是《千里江山图》，而《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也是一个大好的才人。你刚才说的这个作者就是王希孟。王希孟，18岁的一个天才少年，但是命运是很传奇的。有人说，王希孟其实画完《千里江山图》之后，1-2年就去世了。还听到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啊，王希孟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不是提出了各种无理的要求，徽宗都纵容他了吗？但是他实际上徽宗是生气了的，画好了之后，赐他去死，然后他就提出要求说，能不能让我再看一眼这个画？于是呢，他就一个人走进了画室，等到人们打开画室的时候，发现呀，人哪儿去了？没了，人们就开始传说说他可能啊，就钻进了这幅《千里江山图》，不定在哪一个角落扮演的一个渔夫就是他。国立老师，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今天只能替大家演绎到这个程度了。对于这样一幅国宝级的画卷来讲，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来给大家讲解他今世的故事。那好，接下来我们请李晨开启《千里江山图》的今生故事。大家都知道这幅画是国宝，它为什么好？好在哪儿？我今天就要为大家请上一位嘉宾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说一下。他自称自己是好色之徒，潜心研究了4年，闭关2个月的时间，复制了这幅《千里江山图》。下面通过一段 VCR， 大家来了解一下。《诗经》里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地就战战兢兢。通过这种自然景观，来诉说的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些基本准则。画这画的时候，是告诉你，我们做人要战战兢兢。我这张画也要颜色，它没用那种合成颜色，它没用水色，它用的全部是矿物质颜色。千里江山呢，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这种五色贝烟，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色彩体系。下面有请《千里江山图卷》今生的讲述者，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冯海涛先生。李晨，你好，您好，您好，幸会，幸会。郭丽老师好，您好，您好。刚才您上来之前呢，李晨介绍说你是一好色之徒，我心想哪能这么夸人呢？刚才看了那个小片，我知道了，这个色就是青绿之色。 我好的是千里江山里面的青绿五色。我们今天很好奇啊，您是打算给我们如何来展示一下它这个整个画卷的过程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中国画的颜色，和我们现在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完全是粉末状的。我发现这个颜色跟我们西梦300年之后的达芬奇绘制蒙娜丽莎用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些颜色呢，基本呢都是从宝石或者是药材里面提取的。哦，宝石里面提取的颜色，也就是说这幅画里面，它不仅有画师的心意，还有宝石的璀璨。你这个形容特别好，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一下看到这幅画很亮嘛？亮丽，对。我们1000年之后看到的这种光泽就是宝石，因为当时呢这种颜色我们是用来象征着天之色。 它要求是江山永固，千年不能褪色。然后在我们绘画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用到这个胶，这个明胶呢有是用牛皮，还有用鹿皮，甚至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阿胶。阿胶，阿胶的上等阿胶是画画用的，中等的是我们用来当补品。那个时候的人崇尚艺术比崇尚身体保养要厉害很多。我在故宫看这个画展的了解过程当中，我听说其实这幅画。 它不是一幅，对，它是5幅。具体是怎么样的？这个操作，我觉得就得由冯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了。我结合这个图片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第一遍呢是一个水墨，要先画一个11米长的水墨山水画，就是先用水墨画好山水画来打底，对，这个意思。这个底呢就叫粉本。这一遍画完以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会用红颜色。 这个红颜色呢是赭石色，起到的是一个为了后边的绿颜色铺垫，冷暖对比，让它更鲜亮。那第三遍是什么？第三遍我们再来看。哦，绿了。第三遍呢是用我们的那个石绿。石绿。石绿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绿松石或者是孔雀石。很珍贵的呀。很珍贵的。这个不都是做首饰用的吗？包括上等的我们都来画画了。 我现在知道了，我了解了，就是任何上等的都是用来画画的。对。第4层我觉得应该是蓝了，还是绿？还是绿。对。对。在这一遍呢，全部用的是绿，但是用其他颜色在它上面去叠加，所以出来的这颜色特别的丰富，实际上是无极变化。最后一张，这个时候才是青。青，对呀，这是蓝吧？ 是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又学习了。对，在这儿讲呢，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都不好接，我说我就是那个让你胜于那个蓝，我不愿意。到这个才是完成这件作品。所以《西梦》这件作品呢，实际上是通过5个层次关系，相当于画了5遍11米长的画卷。 明白，但是冯老师，我其实那天还在画卷上发现了白，看到有那个渔船上有那个撒网的渔夫，他那个衣服是白色的。对，这个白色从何而来啊？它是用我们的蚌类蛤蚌贝壳，但是要1000年的贝壳去找到这个贝壳的化石，把它研磨碎了，所以还是上。我这听您讲完也是上品。听您讲完这段以后，我就更佩服这个王希孟。对，我也。 真的是佩服你，你把这个原理说得这么的清楚。可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你说你画了这么多层，你最开始的墨稿不是给盖上了吗？那为什么还要从墨稿开始画起？这个看上去有点笨。对呀，因为没有这层笨功夫呢，我们后来的色彩的变化不会那么丰富。我在一开始在猜测这件作品是怎么完成的时候呢，就直接。 简单的去勾了一个墨线，就上颜色，最后出来的作品特别平淡，完全没有我们今天看到那种璀璨的效果。1000年前，咱们这老祖宗就是这样，把一幅画就拍在咱们面前了，告诉了我们做事最朴实的道理，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今天呢，您也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这幅画背后的玄机。其实我们觉得最牛的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颜色，这1000年了，为什么它的颜色还是这么鲜艳？这背后秘诀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讲。我当年找这个颜色啊，也费了很多周折。 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颜色呢，都有很多杂质，出不来这种璀璨的效果。后来我经过多方的寻找，找了这么一位高人。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博物馆在修复古画的时候都是用它的颜色，而且我们知道1600年前的敦煌壁画的颜色成分与它做的颜色是一样的，它就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的传承人裘庆年先生。 裘庆年先生，我们赶紧掌声请上。咱裘老师没空手来，你看到没有？还抱一盒子。裘老师，您快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盒子里带来什么宝贝吧？我这个宝贝很稀罕了，各种宝石。各种宝石吗？不就是各种石头吗？10粒的原材料。 孔雀石、青绿山水，就是青，就是蓝铜矿。哦，就是最后一道的那个。对，最后一道会打青。青金石、朱砂、皇帝玉玺用的朱砂。哦。雌黄。 赭石，哎呀，您再晚说一会儿，我就给他说出来了。这个就是白，这就是车具，它可以千年不变黄。大家也都看到了吧？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特别好奇，这些宝石都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带了榔头，到那个深山老林里。 搞来的，开采来的，哎，您就知道哪个山里头就有这玩意儿啊？经验慢慢积累起来的，太不容易了。正是因为这些矿物质的珍贵，所以呢，青绿之色千年不败。但是裘老师，矿石变成颜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吧？你这个挖回来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怎么让它成了沫子？最后到了这里，哎，大伙儿看看，全是小细沫、粉末一样，怎么就？ 成这样了，我带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演示给大家看。哎，太好了！雌黄吗？雌黄。一块石头上，它不可能完全是颜料，杂质。所以带了榔头，就是在外面就要选择。不行，这有点浪费。对，我也觉得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我得给它捡回来。是。对。谢谢。裘老师，可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来不少了，我觉得。是。然后呢，用这个再筛一遍，是不是？筛成粉，你看看，很有悟性。 这每一道工序都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才凸显这个颜料的珍贵。对，所以当年画青绿山水啊，每一张作品都是诚心之作。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模啊。 每天捏8小时，要20天，160个小时啊，是不是？嗯，才可以磨到上面泛光了，就是达到画家要求的细度了。把这个东西分成4层，3分钟以后倒在这里，3分钟倒一个，1刻钟倒在这里，到最后要2天才能倒到第4个盆子里面。什么道理？这个梨形还是很脏的。 还是有一些油性的东西，都要把它漂干净。哎呦，裘先生，您真是让我敬佩。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给裘老师个掌声？那裘老师，像您您这个技艺有传承人吗？起先没有，后来吧，硬拉着儿子、女儿在跟我学。我们现场有报名的没有？有啊。我呼吁大家，我现在最大困难，原材料越来越少，越来越很难找。我今天拜托，有什么好的原材料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会去找的。千里江山图，每一道颜色都要经历日夜无歇的反复提炼，这样的诚心之色描绘的作品，才能历经千年不会掉色。今天我们解读《千里江山图》，就是让大家理解为何它是青绿山水之最，为何它能够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中。它不仅能展现中华民族细致入微，还能展现泱泱国家的气势恢宏。感谢李晨，感谢冯先生、裘先生，我们也为三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三位宣读守护誓言。我是李晨，我是冯海涛，我是裘庆年，我们志愿守护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守护历史，守护绿水青山，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186万余件馆藏。单霁翔院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他的守护人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刚刚接到国立老师的任务，说让我去寻找一件叫慈母的国宝，听着名字就觉得很霸气，还是蛮期待的，去找找看。故宫陶瓷馆呢，展示有历朝历代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400余件器物。它们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然后商周、战汉青瓷的创烧，接下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的大发展，隋唐五代的青瓷、白瓷以及唐三彩等等器物，然后就是宋代的5大名窑和8大窑系，以及辽金西夏的一些重要的窑口。下面就是元代创烧的青花瓷，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明代的青花，明代永宣风格的青花。就乍一看呢，就觉得乾隆的风格和别人的就不太一样，它的颜色偏复杂、偏重。那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的那件慈母不在这些里面，不在，那在哪里？就是它。不过这样看，它的颜值确实挺突出的。慈母的全称叫各种釉彩大瓶。各种。不是就这一个瓶子吗？怎么还各种呢？是因为这尊各种釉彩大瓶上集结了历朝历代最名贵的釉彩，一共17种。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品。然后因为它的内在，所以也爱上了它的外在。非常期待您能够带来符合各种釉彩大瓶气质的前世故事。好的，我也希望我是一个称职的守护人。我是国宝各种釉彩大瓶的守护人王凯，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王凯。我是国宝守护人王凯，我要守护的国宝是各种釉彩大瓶。这就是惊艳天下的各种釉彩大屏，高86.4厘米，也叫慈母。之所以叫它慈母，是因为它是我国官窑瓷器中器型最大、釉彩种类最多、工艺最复杂的瓷器，堪称瓷器之母。究竟工艺复杂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 在它的身上集合了从宋代到清代17种最具代表性的釉彩，而这每一种釉彩在瓷器界都是独当一面的扛把子，脾气、秉性、体质各不相同，要把它们齐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导致全器尽毁。这样一件传世瓷器，创制它的人。 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我是王凯，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各种釉彩大屏的前世传奇。故事就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皇帝之一，不但文治武功兼具，在艺术方面也是有着极高的造诣。 他喜好书画，热衷瓷器。有一年，乾隆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做一款集历代大成的瓷瓶。这可难住了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奇怪的是，乾隆的世界乱入了2个完全不可能的人物：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乾隆尊称其右军先生；元代画家黄公望。 乾隆尊称其一峰先生，这几个人之间会发生怎样奇妙的故事呢？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烧制方法研究出来了没有？哎呀，万岁爷息怒！万岁，这一个瓶子17种烧制工艺。 工匠们来来回回都试了上千次了，才试成了8种。继续试啊！是万岁，景德镇肯定能试得出来。只是这图吧？我怎么了？啊，万岁！自圣祖仁皇帝起，这御用瓷器可都以素雅为主。现在一个瓶子17种花色，有点过了吧？你们不懂，就是要过。 要是王羲之、黄公望这样的艺术大家在此，肯定能体会我的赤诚。要是他们知道您把人的作品都弄成那样了，都得气活过来。碰到什么呢？啊，臣愚钝，万岁，你可3天3夜没有合眼了，可要小心龙体呀、啊。我小憩一会儿，殿外候着。是。 你，在下王羲之先生书法我敬仰已久。哦，对了，我要做一个集历代大成的瓷器。什么瓷品？你来看，我的快雪时晴帖被你糟践成什么样了？你数数，被你盖了多少大章？你说你盖章也就算了，还题字。 您的字境界高深，我提一些简单的诗句，是为了让后世百姓看得懂。那你在人家黄公望先生的画上题字，也是为了让后世看得懂？就是啊，那还真麻烦您了。看来老夫的画实在是太深奥了，得提55处，后世才看得懂啊。一峰先生的画太妙了，每次翻看我都会有新的体会。 你刚说你要做一个集历代大成的瓷瓶，正是。您看看，您看我这瓷瓶的造型，真的不好看吗？如此画风，老夫欣赏不来。哎，我问你啊，你要做这么个瓶子，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皇阿玛要是在世，肯定支持。帮他。妈妈，闭嘴！二位先贤，红历虽任性妄为，但并无诋毁之意。我代他向二位赔罪了。妈妈，你也不了解儿臣啊。先祖向来喜好庄重淡雅，而你呢，任性妄为，弄些个大俗之风，我大清的颜面何存？让朕如何懂你啊？ 妈妈，您从小教导儿臣要文武兼治，现在四海统一，儿子也要让文化昌盛。做这个词频，也是为了让后世知道我大清能集历代瓷器的大成。即便如此，也不该落得个大俗之风。右军先生。 你喜好书法，可知中国的书法从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几千年一直都在变化。易峰先生绘画超群，可知绘画也经历了主题风格的变迁。如今，我造一个与历代审美不同的瓷器，就一定是错吗？一定要做，要做。儿臣要集历代大成。 让后世人记住大清的盛世，就算后世嘲笑你的审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怕冷眼。你不怕后世说你浮夸炫技？我就是在炫，我炫的是景德镇的匠人，我炫的是大清的盛世。 万岁！万岁爷！画稿出来了吗？万岁，请看。好啊，好。 精美的珐琅彩，天青色的汝窑，素雅的青花瓷。几千年来，中国匠人创造出多少奇迹？如此融合，怎会不美？这，才是我大清盛世的集大成者，这，才是盛世该有的风范和心态。我不求天下人理解，只求让后人知道，鼎盛王朝就该海纳。 百川，故宫博物院这次推荐了各种釉彩大瓶，它在烧造的工艺上及我们历代瓷器烧造之经验，把它集于一炉进行了创新。它反映了清代国力昌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自信，同时呢，瓷器的烧造技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案例。 这件瓷瓶呢，它的独特性在于，不仅仅是像刚才剧中所说的一种技艺的炫耀，更重要的是，你看上面的一些几种装饰，它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那是真是独一无二的。那王凯，我听说你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古装，第一次。作为这件国宝的守护人，你觉得乾隆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乾隆这辈子啊，他很顺。 一路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嘛，对，他有一种现在的话说叫迷之自信，所以我会觉得只有一个单纯、任性、自信的人才会去做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事情。乾隆爷要是能听到他这番话呀，肯定觉得碰上知音了，哈哈说不定就赏，谋贵一官半职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凯开启各种釉彩大瓶的今生故事。 我呢去故宫文华殿里找慈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有一位志愿者为我提供了讲解服务。他说这是他在故宫讲解陶瓷的第5个年头。如果你去过文华殿，没准也会碰到过他。我叫张申，申是两个生活的生并排写。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我，好吗？随时问都行。对对对，任何问题都我别忘了，我就是回答问题的人。从2013年开始呢，我就成为了光荣的故宫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到现在呢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的累计服务次数是245次，累计服务时间是490小时，服务观众数千人。真的，从来没有什么观众能把我问倒过。 你今天看到它是什么样子，10万年后看到它什么还是什么样子？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无氧化二磷 （P2O5）。都市的园林的墙上有很多花窗，那么我们透过花窗可以看到远方的景。乾隆皇帝显然希望将历朝历代的最有代表性的釉彩都集中在这个器物上。 他们会问你很多问题，千奇百怪的问题，那么你就一定要去解答这些问题。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清楚的，但是当你做讲解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我现在可以基本保证自己可以解答几乎所有观众向我提出的问题了。陶瓷馆问不倒。下面我们有请问不倒的故宫志愿讲解员张真。哇，国立老师你好，怎么这么高他？蔡克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张琛，啊，外号叫问不倒，没错，是吧？真的问不倒你吗？先问问你个人情况吧，什么学业呀、啊？平常工作是干什么的？我是在国外读到研究生，我是做企业战略咨询的。那你觉得我们故宫这企业怎么样啊？那当然是最顶尖的企业了。我要是去了故宫这个陶瓷馆，你会怎么跟我介绍？说，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这个瓷瓶啊？ 你怎么给我介绍它？那样的话，我会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故宫陶瓷馆。故宫陶瓷馆呢，是我们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一个常设展陈之一。它的位置呢是在太和门广场的东侧文华殿之中。当您走进文华殿，首先映入您眼帘的就是这尊慈母。而慈母在陶瓷馆中的地位，就是代表了整个中国陶瓷史中技术上的集大成者和真正意义上的巅峰之作。 你能跟我们说一下烧制这件各种釉彩大瓶有多难吗？要说到难度，我想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工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自上而下一共分为了15个装饰层，一共17种不同的釉彩。先来看第一层，在大瓶的口沿处是珐琅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它的纹饰呢是胭脂紫地儿、缠枝宝相花。第二层呢是洋彩，同样属于低温釉上彩。 第三层是仿宋代的歌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接下来在大瓶的颈部呢是青花，在这个颈部两侧呢各有一只金彩的赤龙耳，在青花的下面呢是松石绿釉。接下来是仿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在窑变釉下面这层呢是斗彩，属于高温釉下彩跟低温釉上彩之间的结合。在斗彩的下面呢是粉青釉的贴塑。接下来在大瓶的腹部，也就是它的主题纹饰是霁蓝釉加金彩。 色地上有12幅粉彩开光，这粉彩开光呢分为6幅写实画跟6幅锦地儿。写实画包括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群阁和博古九鼎。6幅锦地儿，他们画的都是万字、蝙蝠、如意、攀枝、灵芝和花卉。在 腹部以下呢是仿宋代的官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接下来又是一层青花，这层青花是仿明代永宣风格的青花。接下来一层是粉彩，下面一层是珊瑚红釉加金彩回纹。接下来一层是仿宋代的乳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最后一层是酱釉加金彩卷草纹，其中酱釉是高温颜色釉。我们讲说让文物火起来，怎么火起来？ 其实就是需要像张生这样的人，他是真爱这个东西。是的。如果你不到一种真爱，你说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多层釉彩，你看，有的是高温釉彩，有的是低温釉彩，烧制的温度它根本就不相同。所以我也一直好奇，我们清朝它没有温度计呀，它。 那你说这窑工是怎么控制说哦，我这个是高温，我这个是低温，他怎么去烧制啊？这个我们知道，古代的窑工呢，他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比较简单的测温方式，比如说用肉眼去看窑炉中火焰的颜色，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使用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测温瓷片，都是非常简陋的一些测温方法。以我们今天的技术来说，比较好烧的釉彩，在古代却是非常难烧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像这件大屏那层窑变釉，窑变釉中使用的是高温铜红釉，只有在1250度到1280度这个30度的区间内，才能够呈现出红色。如果呢温度稍微烧得高一些，颜色就烧飞了，就没有了。 如果温度低一些，颜色就会变成黑色，所以条件特别的苛刻。对于古代的工匠来说，烧造难度很大。那所以像这样，我觉得应该成功率应该不会很高吧？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高温铜红釉，它的成功率可能不会高过20%。如果要想烧造出一尊如此完美的各种釉彩大屏，显然我们就需要把各种釉层都要烧至完美。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假设 每种釉层的平均的烧造成功率是，咱们往高了算70%吧，70%。那么我要想将一尊拥有17种不同釉彩的大屏烧造出来，也就是70%的17次方。哇，0.002326。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咱们从概率学的角度上讲，通常我们会把 低于5%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0.23%，那么这样的概率在实践中就是几乎不可能烧成的，而这尊慈母却真的烧了出来。当我们看到这尊大屏的时候呢，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乾隆皇帝 跟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以及无数工匠之间的一种对话，就是所有人都在跟乾隆说：“哇，这件事情太难做了，你需要面对太多的技术上的难题。”乾隆皇帝他就能骄傲地对所有人说 ：“Yes, I can, I can do it, and I did it。”听你刚才这一番话，是不是一种享受？那张生，我也想问你，你除了热爱以外， 大家的掌声和赞赏你的时候，也是你做这个讲解员的动力，直到现在呢。其实对我来说，更主要的还是简单的想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传递正能量的事情。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想，我们每一位故宫志愿者都是这么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需要有人去守护和弘扬。 我们每一位故宫志愿者都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其他的几位故宫志愿讲解员，那我们也有请他们上场吧，好吧？好，那我们掌声有请。这个老师傅，您怎么带这么多牌子呀？您这些就是我做志愿者工作13年的一个见证，这些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你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高斌霞，是故宫博物院钟表馆志愿者，我来自首钢。我叫王可诗，我是这个团队里边年龄最大的，我今年73岁。11年来，我为游客服务，讲解了1100多个小时，这个就是证据，还有考勤记录呢。 我是李奇功啊，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担任志愿者，到现在呢是已经讲了13年了。我是赵小福，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家外资酒店的学习与发展经理。我叫闵丽华，我原来在首都机场从事的是修理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故宫里行走了13年。我叫金宝岩。 我曾经做过的工作是电气工程师。我叫陈宇慧，我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从2013年起，我在故宫的珍宝馆和书画馆担任志愿讲解工作。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我叫高小雨，是一名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也是因为去年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兴致冲冲的就是申请过来当志愿者了，来故宫呢也刚刚满1年，其实是一个萌新志愿者。我叫高希，我在2015年呢博士毕业，通过考试正式入职故宫的宣传教育部，专职从事志愿者管理工作。各行各业的，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我还真是有点好奇啊，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吸引你们来故宫 做一个志愿讲解员，我可以这样讲，我每次进到馆里为游客讲解之后，看到游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为我连声道谢、鼓掌、鞠躬，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无以伦比的满足和愉悦感，这种感觉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这种高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跟我说，我教给您一个名词儿，您这个叫心灵的高峰体验。听到这些以后，我们可能在座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故宫的志愿者。那我倒想替他们问一句话：想成为故宫的讲解员难吗？确实不容易。首先要通过报名填表、统筹筛选、面试、笔试、集中培训、现场走台、实地考核，通过这么多道程序。我自己当年就是非常想成为一名故宫的志愿者，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亮点，怎么才能确保能够成为志愿者？我当时就在报名表上写了4句诗：花甲新游不欲归，夕阳返照彩霞飞，时时运辟休晴步，不信春风唤不回，表达了我的一个心情。一看这诗，肯定得答应，是吧，王凯？我小的时候啊，我没有在北京生活，那个时候我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天安门，看故宫。在这里，你们像来故宫的游客想说一句话，你们说什么呢？故宫的开放区域已经从过去的只有一条中轴线，到现在开放了总面积的3/4。未来的故宫将带给大家更多、更好、更精彩的展览。我们新一代的志愿者也会努力的让更多的同龄人走进故宫，让大家知道故宫不光是一个观光的景点，更是一座世界顶尖的博物馆。所以希望更多的有志的同龄人能够加入到文博和故宫志愿者的行列中来。欢迎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小伙伴们，多来故宫找我们玩儿。我们可以一起拍一拍没有滤镜的红墙，或者是逗一逗我们故宫最可爱的那些御猫。我们在这里等你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故宫600周年2020年的时候，我还在故宫做志愿者。我的外孙女今年才4岁多。我希望他将来也能够到故宫当志愿者，继承我的事业。还有传承呢。故宫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给您的讲解每一次都是新的，怎么办？常来。感谢各位啊！故宫屹立于神州大地600年了，一位位志愿者通过自己的讲述，拉近了我们和国宝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你们同样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者。下面我们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宣读守护人誓言。我是王凯，我们是故宫志愿者，我们志愿守护洛总右海大屏，守护历史，守护国之瑰宝。谢谢单院长。最后，到底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特展？谁将代表故宫博物院入主太和门广场？我们共同期待。